我们把视线拉回本地。2016年亚洲区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，我国的大学表现亮眼，新加坡国立大学连续3年荣登榜首，南洋理工大学也比去年提升了一个名次，排名第三。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 QS 公布最新的亚洲顶尖大学排行榜，国大在其中4个评分项目当中取得了满分，包括学术声誉、雇主声誉、论文平均被引用的次数和国际专科。南洋理工大学今年以98.4的总积分名列第三，只以0.1分的微差排在了香港大学之后。不过，南大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在亚洲名列第一。十大排名当中，有4所大学来自香港，我国、中国和韩国则各有2所。